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善心善行就是是道，不善的心性是非道。这是从因上说，是吉是福啊，这就是世道；是凶是灾是祸，那就是非道。这是从果上说，这些理事因果我们都要明了啊。在佛法所立的标准呢，就是信德。凡是与信德相应的，这就是世道；与信德相违背的，那就是非道。信德讲到基础，是一念心性的，所以讲到究竟的一念是道，二念三念呢就非道了。这个标准高，这个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标准，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保住一念，不落在第二念。所以他们的果报是大吉大福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大乘经里面常说的一真法界啊，一真法界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一念来的。如果一念我们守不住保不住，变成三心二意，这个就会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。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对化身大士来讲呢，非道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做不到，但是不能不知道。知道的好处，在修学过程当中，不至于得少为足。知道现在的境界很有限，还要发奋努力，不断向上提升。第一福是入佛门的基础，还没入门。到第二福这才入门，作为佛的弟子，佛的学生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资格做佛的学生？佛的学生必须遵守三规的约束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违背佛的教诲。三规第一个是皈依佛，这个我们在三规传授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皈依佛是觉而不迷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不是觉而不迷？觉这是世道，迷是非道啊。
我们的思想见解是不是正确？思想见解纯正，与佛相应是道；思想见解不正，邪知邪见，非道啊！这是归法的意思啊。第三归僧，僧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的心清不清净？我们的念头清不清净？我们身清不清净？我们居住的环境清不清净？清净是道，不清净就是非道啊。所以三宝弟子念念要与觉正净相应，这是世道。如果念念是迷邪染，那是非道啊。思想言行要依戒律，特别是初发心的人，实在是来说呢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等觉菩萨都严持戒律啊。你们曾几何时看到佛菩萨破戒犯戒？没有过的呀。佛菩萨的形象都是利益众生，佛弟子要以佛菩萨为榜样学佛，学得要像。这个形象给社会给一切众生做榜样，做个好样子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不犯威仪，威仪就是好榜样。第三福大乘菩萨的基础，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就是发四弘誓愿，愿发了要兑现，那个愿就不是空愿，要做到。所以菩萨有惭愧心，惭愧在策励他，使他能够发奋向上，勇猛精进。惭愧是道，无惭无愧不知道羞耻，那是非道。身心因果，我讲这一句的时候讲的很多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普通因果菩萨言犹不知的道理，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。确实这个道理知道的人不多啊。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读诵大乘就是亲近诸佛如来，一天都不能空过，
每一天都要亲近诸佛如来。诸佛如来在哪里？诸大乘经就是诸佛如来。每一天要读诵，读诵的方法，先亲近一位善知识，这是世出世间求学求道的秘诀，古时候人所说的思诚啊，一定是在业未善知识那个地方成就，然后才能够遍参无量善知识啊，在业未善有坐下成就参学的本领，才有能力参学啊。这个本领是什么呢？般若经上讲的根本智啊，遍参一切善知识，是成就后的智，智慧才圆满了。